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吃货导演白眼先生 Jason， 这是 Mimo。Mimo 呢，今天要欢迎我们一个大来宾，欢迎萝卜。大家好，是萝卜。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约的裁判出庭，如果在狼人杀里面就是法官，这是我们的小鹿。我们今天的大作战叫做 idol 竞猜大作战，由小鹿在百度百科里随机搜索几个 idol 的名字，搜十个，从百度百科里挑出他一些鲜为人知的介绍，我和萝卜就猜他的名字，谁先猜出来谁就赢，输了的人接受惩罚。今天的惩罚呢，我觉得还是很健康的，跟最近那个跑男里面那个一样，就喝纯手工榨的一滴水都不加的柠檬汁。我希望这柠檬甜一点。十个杯子，然后我们来挤。好，现在大家可以下注了。买定离手。买萝卜的和买老白的弹幕打起来。你要拿两个吧。小鹿的鸡蛋杯。就拿这粗粮物。这一期呢是纯粮物语赞助的，让我们一起感谢一下那个我们的金主大大。第一步就是千里魔，哎，闻着挺香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哦，现在我们要开始给自己上刑具了。哇，已经杠上了。我们为什么要不留活路呢，老白？你们下手之前先舔一口。我有小姨子心。哇，小一点吧，小一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男人对自己狠一点，七匹狼。你替我喝。仔仔，闻一下，酸不酸？哇，好，开始出题吧。男生。格里昂酒店管理学院，巨蟹座的，83年的，他的英文名叫 Joker， 啊、哦，那个，周杰，不是周杰伦，你要被这些粉打了，什么？这是唱演员的，我对不起薛之谦，还好，第一杯我放不是很多，不知道干湿太早，啊，我的天，白眼的眼睛更大了，哇，哎呀，我跟何有费啊，第二个，女明星出生于北京，杨幂，对了。一人我饮酒醉，对，百家人成相对，百眼我直相随。哎呀妈呀，来吧，我要翻盘了。都是个男明星，男明星。他2005年参加了一个比赛，获得了总决赛的季军。井柏然，欧豪，季军，完了，谁记得季军？谁记得季军？他是天秤座，他毕业的学校是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。刚想说，小绵羊爱你。哎。老子新的这个鞋放马过来。他是一个男明星，男明星又是男天蝎座。我知道，讲出绰号算了。佛爷，这个是陈伟霆。陈伟霆，这个也为我们天蝎座争光了。这个听到了以后就不吃。好，来个老一点，很有名吗？吴晓波，潘长江。他选的都是好看的。啊、哦，好看的。61年的，费翔。康达夫人，那是打康。演员、歌手、作词人、制片人。苏有朋是世界十大杰出青年。他信仰是佛教。成龙。不对，叫什么？梁朝伟。不对，他的妻子叫朱丽倩。啊，朱丽倩。刘德华。对的，你这辈子会记住刘德华。哇，厉害了。哇。酒窝一杯忘情水，是一个男明星。董存瑞。出生在1979年。胡歌。霍建华。不对，内地男演员、电影导演、投资出品人、互联网投资人，毕业学校是中央戏剧学院。雷军啊，小米，哎，张铁林，他毕业之后编入中国国家话剧院。黄磊，好，他出生在江西南昌市。那个邓超，对，92年的一个内地女明星，她名字非常长。迪丽热巴，猜对。我巾帼不让须眉。他是90年的男，出生于中国广州。广州，吴亦凡。吴亦凡他是广州人，但是后面去了加拿大。感觉胃有点酸了。好，最后两杯。留着最后一杯，待会儿喝吧，等最后一个猜完。男演员毕业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，2009年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，该片获得第44届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男主角。他的信仰是基督教，祖籍是河北。他是84年的，他前阵子都出现在大家视野里。前阵子，赵又廷。对的。啊！哎呦喂，我的妈，我的溃疡。今天吃的好像是夜华。你们今天会很健康，老白喝了三杯，萝卜喝了后面的，平局神局，居然是平局，赌我赢和赌萝卜赢的，你们都输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是平局，有人买平了没？好，今天感谢萝卜来参加白眼大作战，今天呢非常高兴的一天，我们猜了很多的 idol， 其中有你们的 idol 吗？好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拜拜，第三人，拜拜，简直酸到想尬舞。